那天是在唱佛经，佛经啊，太神奇了！因为在在聊准天室，备8:06，因为小雨不在啊，你就是小雨啊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小雨忘了吗？啊哈，你是小雨，哈哈，你是小雨，开哈哈，是我，哈哈，是我，哈哈，我心没什么？事。我还以为是波波，我还看着波波，然后哎，这个怎么是我？没有啊，他就是永远待在这里就好啦。我等一下也要分队呢，我要分队。你对，不用这样啦。有人就会少一人。来，我们今天王国之战二，这个全员可以起飞，看看我们的漂亮的地图。你干嘛？我要起飞。我们今天是玩丛林地形，好不好？丛林，丛林飞飞地形，飞，对。那所有有发光的都是那个特别的，就是可以看一下。我去点一下，查看，为什么这边不同了？点了，哦，二零是怪怪的。点开查看场地平衡那一个，哦，好，每个人都要自己点一个 每个人点的话，对话框就会告诉你有没有那个分数的部分。哦，要每个人都要点一对，次。那飞过来就可以看到王座，应该就蛮明显的，就是王座。那旁边呢，升级台在很高哦。升级对，台，就是这么高，所以你挖完之后，你还要想办法爬上来。爬上来。感觉就有点麻烦，更上面只是西瓜区啦，就不用管。那另一边是附魔跟那个锻造，对，就在这里。那下面很多发光的地方就是商人跟领钱的地方，就在这里。对，那在前面这些发光的，其实就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主要看蓝色的部分，就是建筑物。对，像是这一个甘蔗竹子啊，竹子60分，它这可能打最下面应该就可以咯，所以这竹子要小心那这很简单呢，打竹子哦。对，就是你打最下面呢，最下面的竹子就它就会全部就会上面全掉，因为它地图所以说你要明也爬有上说来。竹子很好取得分数，所以这要注意。哦，对，那下面的话呢，应该就是这个丛林遗迹啊，这个很大坑的，1000分。1000分，哦，一毕竟千，它很大，然后前面这里还有什么西瓜棕哦，哦，不对，它就叫西瓜，西就叫西瓜，瓜，超大的西瓜，舒没有服，东西吗？我没有东西，实心的实心的实心西哇，瓜是吧？实心瓜瓜实心瓜瓜哦，实心瓜瓜哦，实心瓜瓜，那下面也有郭府，郭府好440，郭府也很赚呢。但是东西比较复杂吧，它只可有，能对，到时不知候道拆了才知道。怎么那另一边就是整个钟，打掉，就是整个都要拆掉，应该是连地板的这种都要拆。地板都要对啊，怀疑啊，怀疑。你只拆一个锅釜，只拆一个钟，就这么贵，不可能。我要一个西瓜就拿到钱，不是吗？做梦，要全部拆掉，当然是全部拆啊，全部拆那西瓜那么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特别，就是开启了间谍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间很多人也都没玩过间谍，就谍，是间谍。请问这个200我们要怎么退？哦，退出编辑是不是？啊，有了有，回来了回来了。间谍模式开启。间谍模式呢，就是比方说，如果你是间谍，你假设你是红队的间谍，你就其实是蓝，就是你分在蓝队。那如果你是间谍的话，就其实你是红队。哦，我要帮红队的人。对，你要帮红队的人。那哦，关键呢，是我们还会有投票系统，就是你的队友可以，国王可以选择发起投票，那这个可以把你给票回去。对，反正你就不用想太复杂，就是你其实就只要努力帮你。真正队伍的人去做事，你就算被发现、被票回去，其实也没有差。重点是在那之前，你能做多少事，想办法去弄活死下国王去。之类的啊，或者是就是直接去破坏建筑物，也是一种方式。这个
有队友伤害哦？没有队友伤害，但你可以利用技能去炸，也是可以。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呢？建筑分数也开启这个哦，新的倍率提升150%。哦，换言之，刚刚的1000分，哎，我刚刚原来就增加了、哦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啦，两倍，好不好？哇哇！所以刚刚的分数其实就是两倍的，对，所以这很贵哦，竹子60，虞姬1000分哦，所以如果你是间谍，其实直接去狂刷猛刷都很 OK 的，好不好？开家小达人奇。对，那也要记得，就是国王要自己去投票，发起投票去看看。好，好，那就让我们来准备咯。随机婚呢？随机婚队。随机婚，婚啊！米菲初次啊，我就还是跟他一队啦，好不好？好诶。所以要怎么带水？哦，直接点就可以了。你不是怕我把你杀了吗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我在哪 ？OK。红队，这样子 OK 吗？可以啊 ，OK。发发可以吗？发发啊，好，发发可以吗？发发可以吗？发发你们要换？对，我们为什么不行？你们要不要Lumi换诺音？Lumi换诺音，交易了，没有被交易的对象。啊，对，我交易。你要不要Lumi换诺音？哎，你讨厌诺音哦？哦，好，你好，不用换。波波过来啊！可以啊，那你要换谁？你讲啊，对不对？啊、你是讨厌谁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啊，他说波波换诺伊。他们两个同。如果我跟诺伊同队，不是、啊、波波换露米。啊，你要看露米要不要花露米？没有啊，你有选择啦。你的选择。你干嘛破坏他们啊？你很厉害。血流成河。头破血流，来啊来啊！努米点这个加入红队，波波点这个加入蓝队。等下说会有人说你们是不是不好？对啊，我跟努米本来就不好啦，拜拜。哈哈哈哈哈！心结起来，各奔东西。又我了。下楼下楼，对下楼。想要观众场的小巧克力，可以准备就绪。啊妞，那个我们又得靠你的诺音，怎么了？有诺音，你是我们的希望。有有有有有，那个本机也是重责大任，好不好？加油，两位。我是来观光的。对，我们知道。我记得我这游戏刚玩不久。我们可以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之中还有间谍哦，所以要自己注意哦。嘿嘿嘿嘿嘿，就来了。国王不会是间谍啦，对。哎、哦，那露米国王，露米国王。那现在你们对话框就可以看到有没有？那个米菲有没有写那个？写什么？就你是间谍啊？巫术师是间谍啊？巫术？你是啊，露米，你那巫术先不用管，先去挖。哦，我要怎么下去？算了，直接下去。直接摔下来没关系啦。哦，好。是你耶，诺伊，怎么会是你？嗯，怎么的东西？没想到你是敌对的，吓、哎、我一跳。我不是，所以你觉得是本机咯？我觉得有很大可能是那个哎，结果最后是巧克力啦。是我吗？你觉得是我是不是？我觉得是你哎。本机你觉得是谁？至少不是我，就是真的不是你吗？当然，我至少刚刚的对话我可以相信米菲了，毕竟以他这种菜逼巴的实力。没有没有，米菲，你对话框要注意一下、啊、你要确定你是没有的哦、喔。没有，直直往下挖，你直直往下挖，随便挖那个石头就可以了。露米露米露米，怎么了？哎，露，没事，我找到巧克力。露米露米，我四块，你先给我。我等下如果死掉的话，就是巧克力。好好好，你先把铁留给我六块了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好好，相信你。所以我现在是要挖挖钱，就叫你直直往下挖。你，露那个米菲那个把铁留给露米，铁留给露米，他是国王。那我要挖什么？你先挖石头，你就先挖石头。石头哦，石头又有钱啊！我不就讲了。我你不是说很简单啊？我懂啊，我懂啊，挖矿啊。
你哪里懂了？哎、欸，这是那个本机在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水哦。哦。所以那个竹子真的很快、欸。不过它的建筑倍率好像没有使用到，所以还是60分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没有，这个就是已经增加过的，它原本是30。对，他原本是30，我们刚刚有确认。哇，要怎么样宣誓你的忠诚？有有，哎、欸，黄金我都挖了，我挖。忠诚，哎，石石头可以挖黄金吗？不行不行，要升稿子。啊。你要先挖到10块钱，然后去升稿。这么多钱啊？因为哦，你不用问。我有一个。诺伊。怎么了？我希望你是自己人，诺伊。我是，但其实你不是诺伊。算了算了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对，我很难过。难过什么？我不管，我反正我先去中间。哎、欸，那个彪彪也在中间啊！打架啦，打架啦！对，我打他，我打他。喂，他摇头，还哦啊。去哪？嗯。等下等下等下，我中间玩了，还挖了100块啊！被他逃走了。等一下，往下。死掉会扣钱吗？还是不会？不会，死掉是对方会获得5块钱，但那还好。重点就是死掉会有墓碑。怎么要怎么往上？就直接叠，我刚刚直接叠。没有，我不要跟你讲，因为你是坏人，诺英。诺英，等下。虽然我很想要信赖你，可是我是坏人。对，你是。哦、你肯定是我有点不想讲，但是我真的不是。没有没有，诺英，我们就是只能尔虞我诈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啊，好痛！哎呦，哎、欸，我受伤了，我受伤了，我隔壁踩了一样东西。你们在干嘛？不要再摔了，诺英怎么了？诺英来来来，诺英可以这里这里这里，这里你虽然是敌人，好吧？这个石头有没有可以往上，然后就可以到那个升级台了？家里至少要升级一个守卫哦，至少还没钱啊！他们也在破坏，是不是？对，至少要升级一个守卫哦。守卫要那个50块，50块，你们有人可以去守他吗？好，我先去守他好了，我等一下就去挖钱。那、啊、这太快了。反省不，反省！我打了他，我打了他，杀掉他，杀掉他！这算打情骂俏吗？对啊，含着泪打，你闭嘴！赶快啊，再10块钱呢、啊！哎、欸，这下面是鸡眼哦，哇哦！幸运，你挖太深了吧？欸、我幸运，我幸运，交给我。好好好。哎、欸，我累个，我累个，我累个，我刚也砍，我刚也砍。那土司喵刚打字，第一个打字会累个。太神奇了！买一块伺服器神秘 bug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这好奇怪哦。白星说他要弃暗投明。哦，他是我们的吗？嗯，我觉得不是。应该不是。我觉得他应该只是很崩溃、欸。毕竟他的国王、哦、没有，他国王正常啊。他们那队有 B O B 哦。B O B 哦。有有有，我有190，我财产都有申报。我好穷哦，钱，国王要钱。闭嘴，奴隶二我升了，然后还有那个守卫啊，一级守卫我升了，我没钱了，45了。太感谢你了。不会不会。以此证明，诺伊，你挖了钻石，我要想办法往上挖、欸，好远啊！我说完之前，我说完之前应该要先让我的吸引力法则，吸引力法则，啊，反正各自加油。啊，他这关好像没有铁砧，是不是、啊？要自己买。我是不是上不去啦、啊？这里好远、啊，自己叠，自己叠。你走回你的路，应该回得来。你们有钱的，记得要先买那个技能哦，幸运资源技能。幸运了。对，40块钱。买装备吗？好。没有，我不想跟你讲话。开场之前有说简单简单哦。简单简单啊！你跟我说就是一个保护国王的游戏嘛，简单啊，不成问题啊。那你至少学会赚钱。繁星又在挖那个了，我要上去。
繁星，不要！我有生了。有生至少一阶的守卫的话是，对对对，我有生一阶了，所以他只能挖一次。提前，你被打了。提四十块，提四十块，四十块就可以买技能书。啊，没有。啊，本金为什么你就只挖那一次的珠子？哦，我挖了三次啊，要我就死了。那你可以。